各位好，今天老郑呢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是银丰国际象棋队获得了中国城市联赛的冠军，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老郑是这个活动的主持人。尊敬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首先要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和见证这样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既是庆功会又是出征仪式。当然了，也要谢谢队伍让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在这里稍微讲两句。其实按理说不该是我站在这里的，因为我们队伍今天的教练们像也是我的师兄，像是温阳在这里。那么刚刚大家看短片也发现了，为我们队伍夺冠立下汗马功劳的卢尚磊和小将黄仁杰也在这里。但是呢，还是由我来发言。我想或许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今天来的运动员代表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棋手。所以说今天主要先表达两个感谢吧。首先是要感谢棋晚报棋院对我的大力栽培。那我本人呢是2001年的时候来到山东济南学棋，当时呢是拜师，可以说是我国际象棋道路上的伯乐之一童元明老师。就是童老师带我真正的走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让我的学习更加的系统，为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棋艺基础。也要特别感谢刘伟院长。我作为济南银丰队的教练兼队员，同时呢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济南孩子，所以我对这个跟随队伍跟大家一起获得这个跟随济南银丰队跟大家一起获得这个城市联赛的首届城市联赛的冠军呢，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祝愿我们济南银丰队旗开得胜，我们的银丰华美达酒店特意给我们准备了国际象棋棋盘制作的蛋糕。好，有请我们把蛋糕推到前面来。祝愿我们的济南银丰队在征战世界大赛的过程当中呢再创佳绩。我们一起留下这个精彩的瞬间，好不好？来，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祝愿济南银丰队更上一层楼。